我身后就是雪前寺，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。我每次来雪前寺都会遇到欧美的这个旅游团。飞过去一架直升飞机啊，又飞过去一架，没听懂说的什么语言。善士巴佛塔、如来巴塔，之前介绍过一期雪前寺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对面是莲师殿，身后这里是丁国清真人抱歉的舍利塔灵塔，非常非常的舒适。灵塔里供奉着丁国清真人抱歉的心、血和舍利子。塔肚里面供奉了一尊非常殊胜的文殊像，据说这尊文殊像原来是属于麦彭仁波切的。麦彭仁波切在修行的时候，这尊文殊像经常开口跟他沟通交流。这里就是顶果仁波切曾经修行生活的地方。这是丘林仁波切，顶果仁波切是杨希仁波切，我们点个灯啊。